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玩一个最喜欢去购物，它有水果、面包、鲜花、衣服哦，嘿嘿，也是一本磁力贴绘本哦，嘿嘿，我们来打开看看吧。好了，拿出来了，看看，前面看着，哇，好可爱！哇，你们看。水果店，凯蒂来到水果店，这里有好多好多水果，凯蒂会买什么水果呢？嗯，哇，老板新上市了苹果、草莓，还有梨，看看还有葡萄呢，还有大大又甜的西瓜。哦，还有树莓呀，这边不够放了，放在这儿吧。哇，樱桃呢，放在这儿。嗯，香蕉弯弯的。还有没有？哇哦，还有圆圆的哈密瓜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凯蒂喜欢吃什么水果吧。他好像喜欢吃哈密瓜呢。放在这儿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逛吧。哇哦，凯蒂来到了鲜花店。这里有好多好多漂亮的鲜花，凯蒂会买什么花呢？哦，好啦，我把全部花都找出来了，先摆上去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，哦，不够摆了，摆在下边吧。第五个，第六个，这个放在哪儿好看呢？不行，要不然也放在这儿。好的，哦，天哪，不够摆了，噔，全都摆好啦！看看凯蒂喜欢哪一束花。凯蒂要买一束花送给妈妈，哪一束好看呢？我们来帮凯蒂选一选吧。啊，这束好看，给凯蒂拿着，嘿嘿，真漂亮。我们接着逛。凯蒂来到了面包房。面包房里好香啊，凯蒂会买什么面包呢？哇哦，凯蒂又来到了面包店呢。我们先把面包摆上吧。这个摆在这儿，这块就不够摆了呀，这些还够摆呢。怎么又不够摆呢？这个是不是摆的？哦，好像是的。噔噔，我们来选一个凯蒂爱吃的面包吧。啊哈，他喜欢吃甜甜圈，你看，有奶油的，有巧克力，那在这上面也好啦，接着逛。哇，衣服店呢？凯蒂来到了时尚店，他会买什么衣服呢？剩下这些都是衣服了，拿出来吧。这个不是，帽子是摆在这儿，戴的都是摆在这儿。这个这小围裙，摆在这儿好像挺合适的。这个呢，摆在哪儿呢？这个放在这儿，最豪华一个。这个给凯蒂，或者摆在这儿。噔噔，凯蒂会选哪一件衣服呢？来帮他挑一挑。一件一件。先第一件，哦，挺可爱的，不过还是不是怎么好看啊。给凯蒂穿上最华丽的吧。哇，真漂亮，你们看，凯蒂穿上了华丽的礼服。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拜拜。